迎收看 Ray News， 好久不见，我是主播 Crystal 叶伟伟。上个星期天是母亲节，网络上各大红人和艺人纷纷秀出跟妈妈的合照，让网友们看看自己孝顺的一面，这也形成了新一代网络庆祝母亲节的方式。不过话说回来，你这么孝顺，你妈妈真的知道吗？每一年的五月份第二个星期日就是一个充满爱的节日，母亲节。而在这个母亲节当天，无论是脸书、微博还是 Instagram， 都被一大堆明星、歌手跟他们母亲的合照洗版的快要瘫痪了。国内的例子还包括了羽球国手李宗伟、鬼才创作人黄明志、实力派歌手曹格以及 Rabbitbird 旗下艺人们。通常照片下面都会写一大堆平常不敢对老妈讲的长篇大论、肉麻话，但一回到家又突然沟通困难，表达不出对母亲的感激。所以 Red News 借此机会挑战众网络红人，面对着镜头向母亲表达感激之情，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我祝母亲节快乐。我现在在 KL，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庆祝，所以可是我跟你讲，妈妈我爱你。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星期日，也就是母亲节，要感谢妈妈是这18年来对我那么好，感谢她这样一直努力的照顾我还有疼爱我，谢谢。我就希望可以回去我的家乡，然后跟妈妈一起庆祝母亲节这样。所以我妈妈我很想你，希望可以快快见到你。谢谢你对我20年以来的宠爱和疼爱，谢谢你，我爱你妈妈。谢谢所有的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还有妈咪我爱你。就我要谢谢我妈妈的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哦，因为我最近进公司过后哦，就因为很多那种练习啊，然后每天会很迟回家，每次一回到家她都睡哦，我都没有什么时间跟她聊到天，这样跟她给她一个拥抱啊，跟她讲一声我爱你。不知不觉又来到母亲节了，今年是我第一次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母亲节，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我想要在这里对天上的妈妈说，我很好，然后我会继续努力。在这里我想对我妈妈说，妈咪 I love you so much， 嘛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近在脸书上最具话题性的女神陪你看电影票选活动。据说只要参与比赛，就有机会跟心目中的网络女神一起看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由昨天开始，在 Rabbitbird 的脸书上将会连续10天上载一系列的噱头短片。短片的内容是各大红人女神们模仿各种特殊语气，要大家陪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我很寂寞，胖胖一个人，带我去看电影好不好？而其实这是最新电影《野狼与玛丽》的造势宣传活动。这个女神陪你看电影票选比赛，甚至还包含了马、港、台3地的网络女神们都参与其中，奖金还高达10000元台币。而这部电影是由香港著名漫画家郑建和的同名漫画《野狼与玛丽》所改编。单看这个预告就知道内容肯定十分激烈，而且据说女主角还有一场，对了，就是这个。这场吃冰淇淋的戏剧说十分有看头，女主角连诗雅这一招也太大胆了吧。有兴趣参与女神陪你看电影票选比赛的朋友们，只需关注 Rabbitbird 的官方专页，然后跟着简单的指示去做，就有机会成为赢家啦。另外这里有一项特别报告，如果您渴望参与选马最火红的 MV 和影片制作的话，请注意完成梦想的机会来了。国内最具有天赋与潜力的影片制作公司 Poet Production 正在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说起 Poet Production 这个摄制团队，只要稍微有留意 Rabbitbird 的作品，就能看到他们的踪迹。比如《你不红》、《Malaysia Zabo》、《Samba Party》以及著名网络肥皂剧《Opera ABC》都是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参与过其他著名作品的拍摄和剪辑，可说是拍什么就红什么。只要您精通影片拍摄、剪辑等等技巧，你就会有机会加入这个神奇的团队。请把您的作品电邮到 poetproductionalliancegmail.com， 并等待奇迹的发生吧。梦想是不等人的。在节目的尾声，提醒大家 P-HI 的最新单曲《选择 ABC》从13号起可以全天候守在 MyFM 就能听到了。感谢收看。别再问我 ABC 到底选择 AB